我们来人这一辈子就经历一个游戏，所以就说意识的扩展和提升，那跟这个空性方面，意识的扩展和提升，佛学里面没有意识，它都不扩展的，它不让你停下来，它不是说你扩展你的意识，你的扩展你就是想象力嘛，你怎么扩展？从人力的角度，你扩展，你扩展到银河系啊，你扩展到哪？只不过是感觉不是说这种它是就好像我们说的那种空性的那种。你怎么扩展？我听听，怎么扩展空性？空性怎么扩展？有个你才有扩展嘛。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是执着于有了，现在你执着于有一个人了。然后你在这有的解，他说这就你已经知道你有个你了，你是在这个基础上要去做一件事，那你在这儿，你本身就是个幻境，你在这个幻境上做的任何事都是徒劳无功的，这样始终是轮转，所以先把这个最基础的幻境去掉，这才是实相，就是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停下分别意识才是，停下你的认知才是。所以只能不说话，这怎么一张嘴就错，一张嘴就错，你咋那起码把错的咔咔咔一说话，你一句话就是个定义，其实佛学是一定义就错，他要停下来就真的是妄言妄生妄言妄言妄生妄什么都停下来，人类的所有的见闻觉知认知啊觉体刹那之间在这停下来，这才是入定啊。什么能觉我觉灵动的我，肯定你一会儿你就动了嘛，但动了再停回来，这就是定啊，这就是修正，就这个见闻觉知认知定义，就这样入道。反正我们佛学是出这样修的，有段时间啥也不能干，真的是不起念。大家就像人家六祖说，六祖无寂寥，不断百思想。人家在念头里边转，人家体念那是正道的人说的话。你开始就得停下，你肯定停不了，因为你微细的这种念头，因为时空还在嘛，时空是你制造的幻境，你知道吧？时间，过去、现在、未来，我们还是一条线的。你知道圆觉的人是这样的嘛？起点跟他的时空线是这样的。那我们是过去、现在、未来，过去从哪来的不知道，未来去哪不知道，就这么长一截儿。你看问题，你不是过去、未来、现在，过去从哪来的，源头在哪不知道，未来在哪不知道，因为根本就没有这种事，它就没有起点，没有终点，所以你就根本找不到起点在哪，也没有当下，其实是，这个只是你意识层面不停的潜流，意识层面潜流，时间产生，时空产生，你的认知产生的。你只要有认知，你就在时空的幻境，你就看不到实相，时空、时间、空间就在骗你，说你是这个，说你是那个，知道吧？说你是生生世世，说你每世是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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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骗你，对吧？你就算是你那一世是上帝也没用。你这一世明显的迷了嘛，是吧？明显的我们坐在这啥也不会嘛，环境也很重要，道理也很重要，就是伴侣呀、就是你在身边，尤其是你身边跟你每天接触最多的人也是蛮重要的，就是这叫道理嘛，环境、道理、伴侣、修道道理，蛮重要的，老师也是蛮。我自己感觉我没有我的上司我真的走不出来，因为我的老师拿着，因为他的智慧就是他永远比你高一点，你往上修他就高一点，他不说高很多，他就是你往上他比你高一点，你往上他总能指导到你的盲区，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盲区啊，自己照看不见的，就是这就像行菩萨有灯下黑嘛，这地方就是他能照远，但是灯自己下边那个地方看不见。就是盲区是需要道侣呀、同行道友给你指出来，或者老师给指出来。但一般同行道友都指出撞击你的时候，都是有习气欲望撞击你，那老师都是用智慧开导你的嘛。
老师他是站在高度，他不跟你一般见识嘛，他会哎知道说你哪块有盲区了，你这样要改啊，你怎么？但头学道友不管善心啊，你要是有你要自己错了，别人人家给你让你受果报就受了，他就是拿习气欲望跟你碰撞。嗯嗯。所以啊，都是度，但老师度的舒服一点。上次就是，是老师度，老师不跟你计较嘛。这三个都修这，我觉得都是也都是很好的助缘，上师、道友、环境，很好的助缘。嗯，都是医治嘛，好的医治。嗯嗯，瑜伽也不错啊，就瑜伽馆好歹也是个静心的地方。也比世俗你去菜市场啊，你去赌场啊，你去还好一点。好歹你们有个逃的地方，说我去瑜伽馆，瑜伽馆好好的，大家进去都说是要静心，要修炼。他最起码那个意识，这就像有的人一进寺院，他就算再坏，他也双手喝个水，是吧？他不会在寺院里五分路扎着拿着大刀在那在佛面前怎么样撒泼的那种。是吧？你看他进了商场，进了赌场，进了那些就不一样了。进了饭店了，还吵吵闹闹，我要吃个乌龟。进了饭店，但是进了寺院，他想吃乌龟的心马上停下来，我不吃乌龟，阿弥陀佛，是吧？不一样，你进了饭店他就不行了，看见乌龟啊就那只了，是他就是环境嘛啊，好歹瑜伽馆进了瑜伽馆也静一下心吧。我觉得我们很幸福，有这么好的道场，只是自己有时候不珍惜，以前就好了太少了，在那外面兜兜转转，不白练。这是世俗法很多东西都不排碰撞。你在外边就算是说我们在外面没修懈怠或者什么，但是一旦觉照起来，你就会放下很多东西。你不在外边待着，你不知道，你觉得你经历过了很多东西，真的体验过了，你就放下。你放下的目的是，第一你放下，你才能心性上放下了，你能看清实相；第二你在行为上你真的放下了，你才能拿出时间专修。很多玩的事情都舍不得，都想哪有那么多精力时间，做了这个肯定做不了那个，是吧？我们一天24小时是有时间的哦，今天一天24小时，除了吃喝拉撒睡，除了睡觉，你还能剩多少？那肯定休息肯定是有时间的哦，是吧？那都拿出东西，拿出时间做的嘛，刚开始没些时间，不先练点基础，你怎么在红尘里边？那每一个里边借实相呢，借空性呢，每一个里边，苹果里边借空性杂借，是吧？你现在做点啥练嘛，练离相，离了相，你在那里边都是空性，哪儿都借。